十月四日，甘比迎来42岁生日，一如既往的庆生晒礼物，但今年也多了些不同。孩子们大了围在身边，还纷纷亲手给妈妈做礼物。13岁的大女儿刘秀桦心灵手巧地给妈妈做了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。9岁的二儿子刘仲学则做了插花。虽然技艺一般，但生在男孩子吗？有这份心意已经很难得。3岁的小女儿刘秀儿则为甘比送上一段刚学的钢琴曲。别看她是家里最小的千金，就在前不久赶上大刘二度分家，小小年纪就直接一次性就领取到了爸爸发的成长大礼包三亿资产，妥妥验证了一句话：投胎是个技术活儿。而甘比更是母凭子贵，2016年刚结婚，就在大刘主导的第一次分家中拿到百亿资产。2017年情人节，大刘又把名下华人置业50.02%股份转给了甘比。也是在那一年，甘比身价迅速上升到500亿，一跃成为香港第一名富豪。但最近甘比的日子似乎不太好过，在今年年初接棒大刘，以 CEO 身份接管了华人置业后，经过半年沉淀，人人都想看看他的业务能力是否佐证大刘选接班人的眼光。可公司对外公布的业绩报告数据并不乐观，据相关数据显示，2021年上半年公司收入7.26亿港元，同比减少6成多，净亏3728.4万港元。这其中最大的亏损来自持有基数巨大的恒大股份。从2017年至2018年，甘比不断买入恒大股份，成为最大股东，目前共持有9%股权。而前不久，据说他还入股了恒大亏钱的汽车。虽然在今年8月，甘比已经悄悄减持恒大股份，但数额并不大，就这样每股还至少亏了82%。公司目前市值只剩约50亿港元，股价不足3港元。不难判断出，华人置业在甘比接管后，刘銮雄的资产也随之大幅度缩水。在2021年福布斯公布的香港富豪榜上，他的排位也跟着下降。都说创业不易，守业更难。大刘把自己毕生赚的钱，如数给爱妻继承容易，可想把毕生商场打拼积累的投资眼光和理财经验一样实现无缝接力，恐怕还是一个问号。这对甘比的挑战也如出一辙。有人说，甘比从刘銮雄身边的女人到彻底走到台前，用了近20年换来了一招扬眉吐气，实现了阶层跨越，靠的只有一个字：忍。想想也的确，刘銮雄这类单身有钱的富豪，向来追女人不在乎钱，但花心很难给承诺也是必然。作为香港女星收割机，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她追求交往过的女星不乏各路大牌明星李嘉欣、关之琳，也有高学历的陈绮薇、吕丽君。但恋爱可以浪漫的谈，房子可以当礼物送，就是不跟你谈结婚。尤其是当年和一起白手起家打拼出事业的发妻保永琴离婚，对方更留下一句话：不准娶伤害过他的女人。有人说，这也间接造成了大刘对选择再婚对象的慎重。可遇到了甘比后，经过20年考验，大刘却把真心与信任给了这个当初毫不起眼的女人。甘比出身差，母亲在他年幼时就与酗酒家暴的父亲离婚，拖着三个孩子改嫁。但既不家里也不富裕，一大家人蜗居在狭小的廉租房里。甘比从16岁就开始打工养家，中学毕业就选择做了一名狗仔。无论长相、气质、出身、学历，可能都不及大刘交往过的如数女友，但他却很会把握机会。2001年，刘銮雄被女精英陈绮薇猛烈追求，正在舆论漩涡中。有一天被挖到猛料，甘比终于堵截到刘銮雄。人多没空隙，他硬是挤到最前面，还用摄像机撞了一下刘銮雄。暴脾气的大刘当时很恼火，直接当场怒骂甘比：你干嘛那么近拍我？哪晓得甘比立马开玩笑的回怼了一句：大刘，你是怕我拍清楚你的大致吗？这个画面估计大家都已经看过，但每次回忆到这个时间线上，不得不佩服甘比的聪明。哭笑不得的话就是关键时刻迅速抓住了一个花心老男人的小心心，让他在人群里发现了你。很多圈外女孩看富豪觉得云里雾里，好奇他们找到的女人到底比自己好到哪里去，但你凑近了会发现，长得可能不比你漂亮到哪里去，家庭也不一定好，但脑子一定是好使得很。毕竟嘛，有句话：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在富豪这里也同样适用。这之后仅仅一年后，2002年，甘比就从报社辞职，以高薪入职刘銮雄公司，成为他的贴身助理。再后来就陆续为大刘极为低调生了一儿一女。当时被嚣张的大刘正牌女友吕丽君各种明里暗里几个人欺负他，愣是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伺候大刘老母，养育好两个儿女，不给大刘惹任何麻烦。直到2016年，大刘对媒体放话说，这些年来已经陆续赠送了近20亿财产给吕丽君母子三
他们后半辈子生活不多了。而那时丹比已经成了大牛数百亿财产的最大受益者。刘銮雄因为2013年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，在2016年和丹比结婚后就开始处置财产。长子刘明伟分到24.9%的华人置业股份，丹比则分到50%。但纵观华人置业的内部权力架构，只有集团主席头衔的刘明伟并不傻。丹比早在刚入职华人置业的2002年，就陆续把自己的两姐妹安排进入公司，两人分别在2012年、2015年成了执行董事。要问凭什么？作为家族企业，学历和能力可能并不是最看重的。公司四个执行董事中，丹比姐妹三就包揽了三星。刘明伟最终选择在去年把自己手头的所有股份如数卖给丹比，全身而退。靠忍耐，丹比得到了家庭，得到了大刘，也得到了财富。但管理公司靠忍耐可不行。商场如战场，除了有杀伐果决的判断力，更需要多年操盘积累的实战经验。门外汉想摸进去并不容易。即便巴菲特最终也是在吃复利效应。而巴菲特事业上的黄金搭档，幕后操守查理芒格，履历更是吓死人。早在今年3月，丹比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对于公司管理并不擅长。他谈到公司目前正处于艰难时期，作为总裁的自己一直在向丈夫学习，因为刘銮雄已经不参与公司管理，所以很多重要的决定还是自己解决。而在上半年公司资产大幅度缩水后，新闻报道他为了走出经营困境要放大招，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量招聘。今年6月27日，华人置业举办了专场招聘会，提供全职以及兼职的岗位近600名。据说丹比现场还做了一场巧妙的形象工程，给每位到场者赠送港币3000元，按到场1500名求职者计算，一天就花出了450万港元，也是舍得。但新闻报道顶多砸出一点水花，最终还是要看经营业绩。就像这两年跻身香港数一数二的女富豪后，有人说丹比连带着朋友圈也越发惊人，与何超琼手挽手占 C 位，人脉与地位了得。但同样是继承巨额财富，何超琼的商业能力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被市场验证。她的身家早已超过父亲，位居眼下社会上最崇尚三高女士行列，游刃有余。丹比作为灰姑娘，如今事业的新起点，或许和何超琼一样，已经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终点。但人生是翻山越岭，新一站的终点是哪里，还要时间来证明。如果你能继承巨额财富，会选择怎么处置这笔钱？